啱啱都話唔止唱一隻歌啦個演唱會，咁今次有冇得自己揀歌咧？其實因為演唱會的話，可能比較可能唱翻之前過往比賽的，所以就係咯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，咁記得睇啦。有冇自己嗰隻歌嘅消息啊？依家？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有練習緊㗎啦，咁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盡情期待。即係已經收到你的作品了，係，我哋因為我哋而家就開始練緊習，就開始練，所以就加油。OK， 好。